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恩师师父卢俊宏台长。师父下午好，我们的自己业障自己背。这是我妈妈，我帮我妈妈问，她是1939年属兔子的，可是她的身份是39年，实际身份就不晓得。对不起，是几几年属什么？1939年属兔子的。姓什么知道吗？姓刘。他们家族里面有个叫刘元奇的吗？有什么奇的？不晓得。不晓得是吧？这个老妈妈实际年龄不是39啊，对，38年，比39年还早。在我小的时候，她有跟我说，她爸爸妈妈帮她提早啊，对，感恩师父。而且她生的是8月份，她脾气很倔。对对对，她每次跟我说她是在8月15中秋生日的，感恩师父，脾气好倔。我看看你们佛友跟师父嘛，随便开心呀，师父喜欢开心的，对不对啊？对，服不服啊？服啊，我告诉你们呢，救了不知道多少人呢，对不对啊？台长很好的，师父你终于帮我们解开谜语了。你还想要我告诉你几号吗？好好好，你个混的。看得很累的。哦，知道。听得懂吗？想问一下我妈妈身上有没有灵性？8月9号。是。好啦，好吗？你妈妈想看什么讲啊？想问一下她身上有没有灵性？有啊，你妈妈打胎过孩子的，掉过孩子的。这我不晓得。老妈妈不要怕难为情啊，现在掉孩子很正常，没保住呀，有什么关系啦？没保住，听得懂不啦？老实讲吧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只是知道我哥哥姐姐就是他的儿子女儿意外死亡。老妈妈，你碰到这个姓驴的厉害不厉害啊？这个姓驴的叫台长，叫驴台长。好了，他现在到底想看什么？师父，他最近心脏和脚疼痛。看一下啊。嗯。几几年属什么？39年属兔。38年了。对不起，38年属兔。38年属什么？属虎。38年属虎。对了，他属虎的。38年属虎的。晚上生的，猛虎下山，脾气大得不得了。对。哎呀，他的脚啊，要当心啊！他的脚现在有点老烂腿啊。下面的血呀、啊，就像人家静脉曲张一样，血跟筋啊，全连在一起了，发青的。时常肿胀。对呀、啊。对。海啦，听得懂吗？看看他的心脏啊。啊，他的心脏很不好哎。有阻塞吗？阻塞。他要搭桥的以后。对，我告诉你啊，血脉不通，所以手发麻，手脚经常发麻。对，这个老妈妈家族里边有人啊心脏不好的，她的长辈有心脏不好的。
师父，之前我们有帮他许愿签二张小房子，是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帮他一起念，给他念吧。他命很硬的，他现在几岁啊？80。他死不掉，他至少还有7年可以活。谢谢师父。好不好？还有7年可以活，老妈妈，好吧？好。没什么大问题，老妈妈要把过去的事情忘记。她的心脏不好，跟她身上有一个灵性很有关系，因为她经常放不下有一个人。老妈妈，你自己心中最清楚，有一个老婆婆在你的心中，久久不能离去。啊。啊，放下他，听懂了吗？放下老妈妈好不好啊？啊，答应师父啊，放下不放下？给他话筒啊。嗯。放下吗？嗯。哦，放下啊。嗯。其他没什么，白天多喝水，好吧？晚上少喝水，一个是怕他小便多，第二水脚肿，水肿。好吧，好，然后他的肝有点硬化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肝硬化，肾脏不好。对。老妈妈，你就这么好好的念念经，修修心，平时呢不要太激动，那你好好的活吧，还有很多年可以活呢。如果你现在经常在生气、不开心，还挂念某一个人，那你就是提早想走，听懂了吗？谢谢师父。我讲你妈一个不好的事情好吗？她年轻的时候喝过酒，所以她的肝不好，听懂了吗？老妈妈好好的听台长的话，好吧，菩萨保佑你啊，活得长一点，孩子也不会很疼痛，因为你看看看，你要是走的话，孩子总是觉得妈没了呀，对不对呀？啊，好不好啊？台长也是可怜的，台长13岁的时候妈就走了，啊，所以让台长知道了这个世事无常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要好好学佛修心，明白了吗？好了。师父，我可以问最后一个两个问题，就是家里的佛台好吗？家里现在房子的名字是谁啦？我爸爸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39年，属兔子。菩萨来过。谢谢。白天来，每天早上来，8点钟来的。谢谢师父。家里有灵性吗？进门，进门的地方。你们家进门的地方不是有个踩脚垫吗？对。对。踩脚垫边上就有一个小灵性，好吧？好。经常，你们家的门前就是个灯啊，经常会暗掉的，经常会灯不亮，就是他搞的，听懂吗？知道。好了，好，感恩师父，谢谢谢谢。我们的业障我们自己背啊，乖一点啊，老妈妈活得好一点啊，嗯，听话啊。好，你乖一点，你乖一点，台长以后还能让你脑子变得更清楚一点。嗯，谢谢师父啊。那看见。好了。